教授，其实 Remake 官方呢，他也提供很多的范本，就是模板跟那个素材啊。你可以从这边，你看很多都有编这里，有没有一个不叫模板？它的社区就是所谓的讨论区啊，啊，就是它也会连到网站上。那我们点到这个模板，你看一下哈，它实际上就会就是实际上是开网页，有没有？它就开到它的网页，那个网页找一下，有没有这里有所谓的模板？然后呢，下面有所谓的特效素材。那特效素材其实就很单纯啊，就是我们上次给各位看那种所有题，比如说你看什么随机翻滚的小心花，点一下，它就是一个 search 哈。有看到的哈，点点。哎，那这个看起来那么小没关系，因为我们 search 本身是向量的嘛，所以你可以放大缩小哈。那你就从这边按下载，它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或者你直接按右键嘛哈，因为这样有没有？这里会有一些哈。那你所看到的呢，它这边就是有这样子，但是像你按一下 more 的时候呢，它会连到网站上去哈，会找到更多。如果你觉得在这边这样找不是很 OK 的，你看这里哈，它有很多，你看它有经典特效，羽毛这个应该也是蛮特殊的。所以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，就跟我们上次用那个 Flash 一样，你可以把它就加入我们的那个里面，有没有？这样掉下来的，哦，好。假设我下载这个，好，按右键，把它另存目标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。所以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素材来用。好，那我刚才存下来了。那如果你假设要在这边用的话，我们可以比如说到这里，那我一样编辑这个页面，你就可以添加所谓的特效。好，你就可以从这边找到它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进来了。那当然这个大小你可以在这缩放哈。好，完成，这样了解了。这是所谓的模板里面，这是它里面的这个叫做特效哈。那其实呢，你可以在它首页里面有所谓的模板，就是这个电子杂志模板。那这种模板的话，你下载回来，就是它都已经做好的，连那个效果都 OK 的。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哈，我刚才下载一个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它有一个这样的效果，我们先编辑一下这个页面，你看一下，对对，然后里面有字啦。那你要做的就是把图换掉，把字改掉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如果要编辑它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你看的话，这个模板在这边点到它，你看这个模板呢，你如果点到了它之后，在我们右下角有没有模板里面有用到的元件？一张有两张图片，两个文字，所以你看哦，这张图片就是它，这张图片就是它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自己修改，把它替换成你的就好了，换成校门口不适合，因为尺寸不对，这样你了解吧？那所以它会，我们把它确定，有没有被学校进来了？这样你了解吗？好。那我现在呢，把这页把它删掉哈，给各位看一下你怎么把它抓下来。你进到这里，你找看看，我们往下走，这里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按 More 当然就更多哈，就会更多。那你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尺寸呢是960乘以多少？乘以650，所以你尽量找跟它尺寸是一样的啊。比如说，这个我们应该不认识吧？好。还有什么大幅展示诱惑？这个我刚刚有看嘛，这个是 OK 的。你看，我把它点进来，好，我刚刚那个服装秀就在这里哈。啊，你把它点开之后呢，它一样会连到网站上。
那重点是你先看一下它的尺寸，好、哦，适不适合我们的？你看这里有没有？是不是只有0.60跟我们一样的？好、哦，小跟我们一样的比较 OK。那你在这边呢就可以做下载，好、哦，它有个模板的下载，你把它点一下。那如果你是去备案的网站哈、哦，他们很喜欢用一种东西叫做迅雷。那这个要另外装软体啦，啊，另外装我们就不管它，你就本地下载就好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啊，那它呢，它的格式呢比较特殊的，啊，你看，好、啊，那刚才到这边来个，有没有？它格式是什么什么点 VMP， 啊，这、就是它的模板。那你下载之后怎么用？像我刚刚已经有下载好了哈、啊，所以你看来这里，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编辑。你按右键添加页面的时候，好，添加页面，你看这里有没有 VMP， 每个 zip file， 啊，所以你就会找到你刚刚下载的。那我看一下，我刚下载的那个叫哈，哎，不见了。这个比较大哈。本地下载，好，储存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存下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我先抓那个服装秀的进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所以找这个服装秀点一下，它就进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就像我们刚才的改变方法。那这个呢，所谓常亮，这个它指的就是它的文字的内容嘛，啊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点进去把它做一个修改，这样有看到了哈、哦，哎，你可以进来把它设修正，所以等于说它连动画啊、尺寸那些图片都帮你准备好了，你只要负责换图片、换文字内容，那就可以做成你自己的。OK， 好，那它的模板上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什么？就是那种有好几页的，我们刚刚看到是一页的哈，那也有好几页的哦。好，还没有下载。他还在努力中，好，我就把他们传给各位，你可以先参考看看哈，这样的话你应该就有更多的素材可以用了，更多的里面，你看有一图的，就是一张就一个图的，有两个图的，有没有？还有下面还有哦，还有三个图的，就是一次三个图，四个图的都有，那所以其实这个大小的选择，还有五个，还有多图，还有属于文章式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你有图有文的。那目录式的它也有，这种就不要再看了哈、哦，有的太刺激的，这样没问题吧？所以你可以，它官方，因为它现在这个其实在大陆好像也还蛮算蛮流行的，还蛮流行的，所以你要做还蛮容易的哈、